爆炸威力比上百枚穿甲弹威力还要大。吉娜，我把炸弹控制器的照片传给你，立即查找破解方法。是 SDL 异形加密控制器，我把解码程序传给你，你需要手动连接后解码。不好，我们被锁定了。二华，红方战舰来袭，紧急规避。长官，他们盯上我们了，启动风炮反击。防护罩消耗过半，必须掉头又出炮，否则防护罩撑不了多久。做这么大的动作，你会不会甩出去的？我有办法，快转！长官，转快！开炮！去死吧！干得好！吉娜，怎么回事？报告长官，炸弹控制器在刚才的战斗中损坏了，目前无法解码。陈毅，我们距离到达战场还有多长时间？全力冲刺，一分钟。那我们就利用炸弹突破沈日的防线和他们会合。艾尔华，全速前进。是。我们还剩多少炮舰？跟指挥官取得联络了吗？舰长，你看。啊，是唐龙。长官，我们已经接近红方大部队，还有20秒结束，冲进去！记住，无论如何不要减速。蓝方一艘战舰从外围发起突袭，正在穿越我方后排防线。唐龙是想突破包围圈和他们会合，派去伏击唐龙的几艘战舰全部失联。命令所有东南方向第一排防线战舰开火拦截唐龙。这么近的距离开火会波及我方第二排防线。哼，战舰上还有炸弹，不让他停下来我军也完了。防护罩开启最大防御，紧急躲避。红方队伍出现了混乱，外围战舰被他们自己人消灭。唐龙太厉害了，一个人竟然搅乱了红方一个舰队。所有战舰集中火力冲向东南方向和唐龙会合。是。接近红方内层防御圈。长官，护盾快要消失了，快回来，太危险了。二花转向人号，打开舱门，蠢货，不惜代价击毁唐龙战舰。南方舰队发起了反攻，我方损失惨重，快立刻反击。所有战舰瞄准正在攻击唐龙的战舰开火。长官，通信回复。指挥官，我是蓝方655前来支援。你们这10万人中大部分人将会被淘汰，只有2000人能留下，
他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庞龙。这小子挺有才的。您需要我帮您把背后的人揪出来。手机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都招了，背后的人果然是穆恩雷斯。本次考核第一名，庞龙，晋升中尉副指挥官。好耶！秒导红外线，我竟然没有权限。查看穆恩雷斯最近一年的通话记录。这么大的交易数额，这次可被我抓到了。什么？总统也牵涉进自走炮舰了？我们来了，老大又变帅了啊！长官，他们就是你让我帮忙找的舰船成员，通讯兵吉娜。长官好。领航员陈怡。长官。还有一个你的粉丝，驾驶员艾尔华。长官好，希望有机会能跟你这样的高手学习。你们好，我叫唐龙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怎么样，我老大帅气吧？要不是他赢得了少尉选拔的第一名，我们怎么可能来这里？他可是未来要当元帅的人。唐龙元帅好。这可不许乱喊，以后我们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。是。是。啊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队员。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待呀，唐龙中尉。沈师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，给他看看。啊！怎么可能？丽娜莎失踪了，我奉命接替她的空缺。你现在应该叫我中校，或者沈教官。是真的吗？听说丽娜莎中校很看重你。虽然他现在失踪了，不过放心，我也一样会重用你。你就替代齐娜成为我的助手，齐娜上尉解除舰队所有职务，另有任用。是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战舰由我带来的舰长统一管理，任何新兵未经我允许不得进入炮舰。中校，你要让舰长们纸上谈兵。这样的训练方式，容我拒绝执行你的任命。唐龙中尉，抗命的后果是什么？不会没有体会过吧？
唐龙中尉，我们尽快办理交接吧。哼，这就对了，一群没有战舰作战经验的菜鸟有什么资格抗议？等有一天你们能战胜老兵再说吧。齐娜上尉，丽娜莎中校为什么会……就到这吧，丽娜莎中校的事情我无可奉告。你不相信我？希望你能走出自己的路，我没法再帮助你了。哎，才刚逃出虎口，没想到是要梅开二度呀。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重聚在一起，就不用怕他。温维斯，你凭什么绕过我们骇客军区司令部，对自走炮舰进行人事调动？哇，自走炮舰只是在你们骇客星组建，并不属于任何军区。现在银鹰帝国频频示威，连自走炮舰的总教官都遇袭了，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哪还有时间让一群新兵去胡闹？再说沈日他也是你的部下吧。好了，二位将军不要争了，现在接连发生两次恐怖袭击，而丽娜莎中校也失踪，生死不明，整件事都需要彻查严查，好给媒体一个交代。总统阁下，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看这次大选您是胜券在握呀。元帅，没想到丽娜莎中校这次行动会变成他们翻盘的机会，属下失职，没有约束好部下，只是自走炮舰绝不能让穆恩雷斯抢过去啊。星灵，阿姆斯特元帅有什么吩咐？麻烦星灵小姐调查一个人，骇客星四十五连中尉唐龙。想不到经历千辛万苦，只能在外面看上一眼。不服气？就这么走了，谁能服？那就证明给沈日看，你们是合格的舰长。这会儿老兵正在太空中训练，敢不敢和他们比划比划？违抗长官命令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。我是副指挥，出什么事情我担着。好，我去。与其这样无所事事的待下去，还不如闹一把。是啊，说的对。登舰。哇，真实的战舰是这样的呀。各位船员尽快就位。报告长官，刘四号已就位。领航员已就位。驾驶员已就位。各位，这是证明自己唯一的机会，出发。是。报告中校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唐龙私自带领新兵驾驶自走炮舰出港了。很好，给我接唐龙。唐龙中尉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带头违反我的命令？你可是抗命的后果。长官的命令是新兵没有掌握战舰战斗技能之前不许上舰，可如果这些新兵能够战胜你的老兵，不就说明他们已经是合格的舰长？好，唐龙，你想抵试我成全你，你要是输了就等着受罚吧。唐龙指挥官，我们只有六艘战舰，敌方有上百艘，敌方战舰数量太多了，我们怎么可能突破这样严密的防守，击毁他们的指挥舰呢？自走炮舰的优缺点很明显，正面火力强，侧面火力弱，所以我们用 UT 战术侧翼袭击，直取对方的指挥舰。 UT 战术？这不是星际航行时代前的古代的海战战术吗？这么多敌舰，怎么确认哪一艘才是指挥舰？把他们的指挥舰引出来。所有舰队听令，我从正面攻击吸引敌方火力，其他人听我命令从侧面突袭。你这样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如果你的指挥舰被击毁，我们就输了。我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个任务，请你们也相信我。是。唐龙沉不住气了。哼，单枪匹马他这是找死，看来他也就是个莽夫。那我们就教教他吧。是。
所有部队呈攻击队形，准备迎敌。别紧张，我会在一旁辅助你。是，冲上去！照此消耗速度，唐龙撑不过一分钟。哼，我真是高看他了。很好，保持速度。侧翼部队，听我命令，出击！有效果，加大攻击！我们上当了，唐龙是诱饵。慌什么 ？UT 战术。真是老掉牙的东西。命令部队调为扁平阵型，加强纵深防御，保护指挥舰。从侧翼袭击，可惜兵力太少了。只要拖下去，唐龙就是在送死。长官，敌人变换了队形，我方袭击受阻。别放弃，记住我的话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们要保持进攻状态。我等你。防护罩消耗过半。最多还能抵挡两发鱼雷，找到你了。遇到突袭时，敌方下意识变阵保护指挥舰，反而是他暴露了，就是最中心的那一艘。敌方导弹锁定我们了，是时候了，不要躲避，停上去。什么？快照做。防护罩只剩5%了，关闭引擎，通讯，防护罩。结束了，立刻拟定唐龙违抗军令，擅自驾驶自走炮舰的处罚命令。是。啊，不好，指挥官被击毁了。别忘了指挥官的话，不管什么情况，继续进攻。指挥官都挂了，你们还来送死吗？唐龙正从地形下滑，直冲我方指挥舰。这狗子，快，战舰转向，击毁唐龙。现在才发现，我呢？开火！去死吧！唐龙骗了我们，他的战舰还没被击毁。可恶！叫唐龙来这里见我。是。我们赢了！长官太厉害了！长官的预判太厉害了，是日本人采取的扁平的防守阵型。原来你一开始就打算是由自己进行主攻，我们才是诱饵啊！只是为了对沈日进行诱导而已，他肯定也知道 UT 战术，我们能取胜还是靠他轻敌。唐龙中尉，请立刻到指挥室报道。唐龙，不得不说你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军人。中校，你该履行承诺了。不过你只有活着才能当上指挥官。中校什么意思？联邦数十万星球，四大星区无数将军，但整个军队里最重要的只有两人，也就属元帅奥姆斯特和穆恩雷斯将军。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让我选边站？我来当兵，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了我的家人，还有我关心的人，不是为了给任何人卖命的。希望沈日中校信守承诺，恢复新兵的施战资格。将军，你听到了吧？唐龙太不受控了。新兵们不是想上舰实战吗？满足他们，安排一场实战演习，在演习的时候除掉他，你亲自负责。求之不得。此次演习地点是著名的死亡地带，
不仅是为了测验诸位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，也是为了彰显联邦的强大。希望诸位不辱使命。演习将由唐龙副指挥负责蓝方，我亲自负责红方。所有单位听令，立即跃迁到作战位置准备。报告，星际穿越门已开启。嗯，跟我斗，唐龙，你死定了。舰长，准备跃迁了。出发。跃迁启动。你们这十万人中，大部分人将会被淘汰，只有2000人能留下。他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庞龙，这小子挺有才的。您需要我帮您把背后的人揪出来。少见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都找了，背后的人果然是穆恩雷斯。本次考核第一名，庞龙，晋升中尉副指挥官。好耶！到红外线。看穆恩雷斯最近一年的通话记录。这么大的交易数额，这次可被我抓到了。什么？总统也牵涉进自走炮舰了？我们来了，老大又变帅了啊！长官，他们就是你让我帮忙找的舰船成员，通讯兵吉娜。长官好。领航员陈怡。长官。还有一个你的粉丝，驾驶员艾尔华。长官好，希望有机会能跟你这样的高手学习。你们好，我叫唐龙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怎么样，我老大帅气吧？要不是他赢得了少尉选拔的第一名，我们怎么可能来这里？他可是未来要当元帅的人。唐龙元帅好。这可不许乱喊，以后我们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。是。是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队员。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待呀，唐龙中尉。沈师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，给他看看。啊！怎么可能？丽娜莎失踪了，我奉命接替她的空缺。你现在应该叫我中校，或者沈教官。是真的吗？
听说丽娜莎中校很看重你，虽然她现在失踪了，不过放心，我也一样会重用你。你就替代齐娜成为我的助手，齐娜上尉解除舰队所有职务，另有任用。是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战舰由我带来的舰长统一管理，任何新兵未经过允许不得进入炮舰。中校，你要让舰长们纸上谈兵，这样的训练方式容我拒绝执行你的任命。唐龙中尉，抗命的后果是什么，不会没有体会过吧。唐龙中尉，我们尽快办理交接吧。哼，这就对了，一群没有战舰作战经验的菜鸟有什么资格抗议？等有一天你们能战胜老兵再说吧。齐娜上尉，丽娜莎中校为什么会……就到这吧，丽娜莎中校的事情我无可奉告。你不相信我？希望你能走出自己的路，我没法再帮助你了。才刚逃出虎口，没想到是要梅开二度呀。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重聚在一起，就不用怕他。温雷斯，你凭什么绕过我们骇客军区司令部，对自走炮舰进行人事调动？古奥，自走炮舰只是在你们骇客星组建，并不属于任何军区。现在银鹰帝国频频示威，连自走炮舰的总教官都遇袭了，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哪还有时间让一群新兵去胡闹？再说，沈日他也是你的部下吧？好了，二位将军不要争了。现在接连发生两次恐怖袭击，而丽娜莎中校也失踪，生死不明。整件事都需要彻查严查，好给媒体一个交代。总统阁下，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看这次大选您是胜券在握呀。元帅，没想到丽娜莎中校这次行动会变成他们翻盘的机会。属下失职，没有约束好部下，只是自走炮舰绝不能让穆恩雷斯抢过去啊。星灵，阿姆斯特元帅有什么吩咐？麻烦星灵小姐调查一个人，骇客星四十五连中尉唐龙。想不到经历千辛万苦，只能在外面看上一眼。不服气？就这么走了，谁能服？那就证明给沈日看，你们是合格的舰长。这会儿老兵正在太空中训练，敢不敢和他们比划比划？违抗长官命令，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。我是副指挥，出什么事情，我担着。好，我去。与其这样无所事事地待下去，还不如闹一把。是啊，说得对。登舰。哇，真实的战舰是这样的呀。各位船员尽快就位。报告长官，刘四号已就位。领航员已就位。驾驶员已就位。各位，这是证明自己唯一的机会，出发。是。报告中校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唐龙私自带领新兵驾驶自走炮舰出港了。很好，给我接唐龙。唐龙中尉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带头违反我的命令？你可是抗命的后果。长官的命令是新兵没有掌握战舰战斗技能之前不许上舰，可如果这些新兵能够战胜你的老兵，不就说明他们已经是合格的舰长？好，唐龙，你想鄙视我成全你，你要是输了就等着受罚吧。唐龙指挥官，我们只有六艘战舰，敌方有上百艘，敌方战舰数量太多了，
我们怎么可能突破这样严密的防守，击毁他们的指挥舰呢？自走炮舰的优缺点很明显，正面火力强，侧面火力弱，所以我们用 UT 战术侧翼袭击，直取对方的指挥舰。 UT 战术，这不是星际航行时代前的古代的海战战术吗？这么多敌舰，怎么确认哪一艘才是指挥舰？把他们的指挥舰引出来。所有舰队听令，我从正面攻击吸引敌方火力，其他人听我命令从侧面突袭。你这样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如果你的指挥舰被击毁，我们就输了。我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个任务，请你们也相信我。是。唐龙沉不住气了。哼，单枪匹马，他这是找死，看来他也就是个莽夫。那我们就教教他吧。是，所有部队呈攻击队形，准备迎敌。别紧张，我会在一旁辅助你。是，冲上去！照此消耗速度，唐龙撑不过一分钟。哼，我真是高看他了。保持速度，侧翼部队听我命令出击。有效果，加大攻击。我们上当了，唐龙是诱饵。慌什么， UT 战术真是老掉牙的东西。命令部队调为扁平阵型，加强纵深防御，保护指挥舰。从侧翼袭击，可惜兵力太少了，只要拖下去，唐龙就是在送死。指挥官，敌人变换了队形，我方袭击受阻。别放弃，记住我的话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们要保持进攻状态，我们等你。防护罩消耗过半，最多还能抵挡两发鱼雷。找到你了。遇到突袭时，敌方下意识变阵保护指挥舰，反而被他暴露了，就是最中心的那一艘。敌方导弹锁定我们了，是时候了，不要躲避，停上去。什么？快照做。防护罩只剩5%了，关闭引擎，通讯，防护罩。结束了，立刻拟定唐龙违抗军令，擅自驾驶自走炮舰的处罚命令。是。啊，不好，指挥官被击毁了。别忘了指挥官的话，不管什么情况，继续进攻。指挥官都挂了，你们还来送死吗？唐龙正从地形下滑，直冲我方指挥舰。快站进转向，击毁唐龙。现在才发现，晚了！开火！去死吧！唐龙骗了我们，他的战舰还没被击毁。可恶！叫唐龙来这里见我。是。我们赢了！长官太厉害了！长官的预判太厉害了，是日火人采取的扁平的防守阵型。原来你一开始就打算是由自己进行助攻，我们才是诱饵啊！只是为了对沈日进行诱导而已，他肯定也知道 UT 战术，我们能取胜还是靠他轻敌。唐龙中尉，请立刻到指挥室报道。唐龙，不得不说你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军人。中校，你该履行承诺了。不过你只有活着才能当上指挥官。中校什么意思？联邦数十万星球，四大星区无数将军，但整个军队里最重要的只有两人，也就属元帅奥姆斯特和穆恩雷斯将军。
一个正确的选择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选边站？我来当兵是为了我自己，为了我的家人，还有我关心的人，不是为了给任何人卖命的。希望沈日中校信守承诺，恢复新兵的实战资格。将军，你听到了吧？唐龙太不受控了。新兵们不是想上舰实战吗？满足他们，安排一场实战演习，在演习的时候除掉他。你亲自负责，求之不得。此次演习地点是著名的死亡地带，不仅是为了测验诸位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，也是为了彰显联邦的强大。希望诸位不辱使命，演习将由唐龙副指挥负责蓝方，我亲自负责红方。所有单位听令，立即跃迁到作战位置准备。报告，星际穿越门已开启。跟我斗，唐龙，你死定了。舰长，准备跃迁了。出发。跃迁启动。